其实，因为我心中有几个是我觉得我昨天有一点点冲动，也不知道他未来能给我什么，就是一个未知数，所以。你的作品有点危险。我认为你在危险边缘。你很危险。我演完，他跟我说了一句"你很危险"，所以我心里觉得他应该蛮可能会选我去 PK 的。因为有一个人，其实我一直对他的东西是有一点点不确定。完了。谁？这个人是谁？我还在纠结，其实是有两个人。怕这首歌，在吗？念慈吗？加油，念慈！讲实话，你昨天的东西甚至让我觉得很怀疑，你参与编曲的程度有多少？当时很难过，我当时很难过，我难受，你居然不相信我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男人都这样吗？昨天一个样，今天一个样，恨透你了。对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所以希望你再多表现，让我看多一点点。我想一下，太突然了。加油，念慈！加油！